个性化模拟与企业特定模拟的完美解决方案。 FreeRunner 模拟程序为培训者提供一套无与伦比的体验过程，并为运用这一程序的企业提供特殊的竞争优势。 FreeRunner 仿真体系让培训更加高效，产生更多价值。在仿真过程中，参与者能够使新学到的知识成熟地运用到经验当中，它能够降低任务带来的压力感，如此便可以使表现更加出色。参与者在培训团队的其他成员面前进行展示，观众通过令人不快的问题和行为对发言者进行干扰，干扰的性质和时间由培训师决定，也可以通过向参与者发放卡片的形式来确定他们何时参与以及该做什么。在仿真过程中，我们通过一个生理反馈装置来测量发言者压力的变化。对压力水平变化的分析能够确定是何种状况使发言者极度紧张。仿真程序之后的评价辅导是因为其能够应对诺场行为，并有助于表现得更好，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益处。整个程序过程会有两个同步视频录制，一个视频录制发言者的表现，第二个视频录制观众的反馈。事后训练过程中积累的信息会立刻被整合到一个视频文件当中，这样为客观分析提供了独特的途径，包括发言内容分析、语言分析、表现分析、知识分析，以及对于发言者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分析。通过运用持续的生理反馈数据， FreeRunner 对仿真的评价的客观程度是史无前例的。生理反馈数据不仅反映了压力的变化，还准确地指出了发言者有待提升的能力的各个方面。有了视频记录，我们还能进行基于内容的语言和非语言分析。对于观众的记录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非语言信息，并帮助我们弄清楚如何恰当地应对这些信息。各小组在培训师的带领下对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他们仔细思考各种情况中所固有的危险，以及发言者能够对其进行处理的可能因素。 FreeRunner 现场控制体系以及其客观评估为在其真实且可控的环境中不冒任何商业风险，将知识转化为经验提供了机会。 FreeRunner 的项目范围正不断扩大，在进行个性化内容销售、展示、客户服务等的仿真方面，我们竭诚为您服务。作为 FreeRunner 仿真体系的扩展，客户可以通过访问网站获得更多的信息、文本和视频内容以及培训练习，发现自己，测试你的临场表现，表现更好。全球范围的 FreeRunner 体系革新为上述所有提供有效帮助。